作为人间的净土，是从人天善法以及解脱道，再加菩萨道，加起来，这时呢叫做人天善法。我现在要说明的啊，人天道是解脱道的基础，人天道和解脱道这是菩萨道的基础。那菩萨道主要的是什么？是以利人来利己。请问诸位，我们的四种福智公言语里头有没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利人便是利己，还有一句什么？尽心尽力第一。这是什么心？这是发的什么心？发的菩萨心，叫做初发心的菩萨。诸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菩萨的誓愿啊？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哎呀，你们都知道的哈。再念一次看一看啊。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因为发了这样的心愿呢，虽然你是初发心的菩萨，这是非常可贵的。因此在华严经里边讲啊，初发心时变成正觉。你们诸位菩萨已经也讲了这样的话了，对不对？你们刚才讲了什么话了？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那是不是初发心的菩萨？是。发心以后，你就是跟佛完全相应的。这个相应前边就可以记得了哈。一念相应什么？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你这一念你是发的菩萨誓愿，发的成佛的愿，那就是不是跟佛相应啊？当下这一念就是佛。所以诸位已经成佛了，对不对？既然我们发了菩萨愿，而且心跟这一念呢跟佛相应，那我们是不是在净土里边？是。那就是人间净土。人间净土很容易生，对不对？是哦。诸位要知道菩萨是什么意思，佛是什么意思。菩萨是有智慧有慈悲的人，佛呢是慈悲和智慧已经圆满的人，对不对？对啊。如果我们呢学着有智慧，学着有菩萨，学着有慈悲，就是跟佛菩萨是相应的，对不对？好。因此呢我们要牢牢地记住有两句话：智慧不起烦恼，慈悲没有敌人。诸位记得吗？这两句话从哪里来的？四种福智公言语里边。好，那如果是这个样，我们是不是在净土里边？是。如果我们学着有智慧，学着有慈悲，我们就会见到所有的一切众生呢，你就看到了，就像什么？像《阿弥陀经》里边所说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因此，我们听到了佛法，正在学佛法，实在是太好了，太幸运了。因此呢，要有两句话要提醒自己啊，时时心有法喜，念念不离禅悦。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会对自己不满意，会对于人家不满意。学佛以后呢，对于自己的生命觉得很难得，而对他人呢，觉得人人都是我们的贵人。因此这个世界是不是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什么？
人间净土。另外，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啊，所以佛教变成了专门是为人家超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呢从地狱里边把这个受苦的人众生呢把他救出来。其实那并不是这么坏事，西方净土法门呢是很殊胜的。为什么呢？因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的目标。没有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前，我们必须要有准备的功夫。那准备的功夫是什么呢？诸位知道吗？在《观无量寿经》里边呢，要求我们如果要生上品上生的莲花，你必须要做什么？要出家，要持戒，要修福德，要发菩提心。这都是在人间呢，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就需要做的。假如说有的人呢没有听闻到佛法，到最后啊，善根出现了，所以听着人家叫他你念阿弥陀佛吧，就念一句阿弥陀佛，能不能够往生西方？能哦。第一，阿弥陀经说的，如果你能够一天或者七天念佛一心不乱，一定往生西方。但是呢，在无量寿经里面有说到，就是说你仅仅念十念，或者是呢最后只有一念希望求生极乐世界，你都能够往生，这都不是很好吗？所以是各种各样的人能够提早修行好，能够升上品；不能够提早修行，到最后修行念一句阿弥陀佛也好，能够先升什么品啊？升下品。下品比不升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希望啊，每一个人能够早一点来学佛，早一点来修净土法门，能够持戒修佛发菩提心。如果能出家那更好啊，不能出家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能够持戒修佛发菩提心，这个样子是不是在对人间有贡献呢？对人间有贡献，然后再念佛，你一念心念佛，你这一念心就跟佛的清净的国土相应。因此呢，就是一念相应什么？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你见到的是不是佛国的净土呢？是。我们以上啊讲到什么什么五身共法，什么三身共法，还有什么菩萨道，有什么佛道，哎呀，这些名词太多了，恐怕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学那么多。但是啊，请问诸位，您能念观音菩萨吗？您能念阿弥陀佛吗？哦，每一个人都能念嘛，你看，不时念一句哟，时时念，常常念，那就是我们二十句供养语的最后两句话是什么？处处观音菩萨，声声阿弥陀佛。这是不是等于在修行呢？五身共法、二身共法、三身共法以及大乘的佛法呢？是，也是啊。就是说，人间净土的修行法能够深，你就深入；能够高，您的就能够啊高深。否则的话，你就是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也算是好的。念佛，然后呢持戒
布施，然后呢帮忙大家，哎，这个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嘛，对不对？纯素天然无人工香料，严选来自活力大地的五谷杂粮，调配出香浓营养、鲜活好吸收的优质冲调饮品，让您简单吃，随意尝，点点心意，解解馋。把握生命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事事学习，时时充实，微笑面对人生。即日起至9月30日止，微笑面对人生，让生命更美好舒展。单本特惠30元起。做事时都为别人想一想，犯错时都对自己看一看，多体谅人，帮助人，就会发现利人便是利己。你就是职场快乐进步的力量。做好新六轮的奉献，好愿就会实现。刚才是不是念观音菩萨了？现在我们是不是讲的佛法呀？是啊，我们这个地方现在这个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对呀，现在呢，如何建设人间净土呢？进一步的，我们法鼓山是在怎么做？第一，建设人间净土，首先要提升呢人的品质。第二呢，建设人间净土的简易的办法。第三呢，用三大教育及四种环保来建设人间净土。第四呢，用地球宪章来推动啊环保的运动。第五呢，急需要做正要人做的事，我来吧。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来讲啊，在如何建设人间净土，就是我们的工作啊。那我们先讲第一点，那么提升人的品质呢，是从三个方向啊去着力。第一是我们称它为三大教育啊。那哪里三大教育？第一是大学院教育。第二是大普化教育，第三是大关怀教育。大学院教育是为了造就高层次的专业研究、教学、弘法以及呢专业服务的人才。现在我们呢，法鼓山已经有了中华佛学研究所。今年我们在秋天呢，9月份呢，会创办圣洁大学的佛学院。我们中华佛学研究所已经开办了多少年？大家知道吗？今年正好是嘟嘟后李达宁。所以呢，请诸位菩萨们啊，来鼓励年轻的人。来读我们中华佛学研究所以及我们的圣洁大学佛学院。同时我们也在筹办了法鼓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我们计划在3年之内呢，希望能够招生。这是我们佛教的命脉所在。我曾经怎么说过了，在今天如果不办教育啊，佛教就没有明天。因此呢，我要恳求诸位菩萨们呢，要支持我们
办大学院教育的计划，也要请诸位菩萨们呢提起了信心，我们一定啊是办具有积极性、需要性和前瞻性的各种大学院教育，而且是呢在非常稳健踏实的步骤下进行。所以呢办大学的教育啊是佛教求生存的唯一的最好的办法，而且呢将来是我们法鼓山这个团体啊能够持久让人家赞叹而持久产生影响力的主要的一项啊事宜。所以师父啊这一项教育啊非办不可的，而且决定可以办得好的。要晓得将来我们这个学校全世界的人可以来读书啊，这样我们有前瞻性，以及呢有它的啊特殊性，一定有人来的。因为大学院教育呢是我们另外两种教育，大普化教育以及大关怀教育的根基和着力点。过去中国的佛教在这一方面做得太少了，今后呢我们是不得不做的，一定要做的，而且一定会做得很好的。第二是为大普化教育，就是普及佛法对于社会大众人心的净化以及风气习俗的净化，就是我们提倡的四种环保。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好的，而且很受啊大家这个肯定的，是我们做的临终关怀以及呢对伤余的改善改良，还有呢我们对于啊这个佛化联合的婚礼的举行，以及呢这个佛化的联合祝寿的典礼，这一些呢都是在改善了、啊、人心净化人心以及啊这个净化风俗习气的一些的环保的工作。我们现在呢是用啊原有的建设以及新建的这个道场，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法鼓山的本道场，以及呢文化龙禅寺，也中华佛教文化馆，还有各地的呀分支道场、公修的处所，以及呢甚至于诸位菩萨的家庭里边的共修点，都是我们推行了大普化教育的场所。我们是用这些道场啊来对生熟世众以及广大的社会各层面的人士，用禅修、念佛、传菩萨戒、八关斋戒、拜忏、讲座，以及用文字、用音声、用影像，以及呢各种各样的聚会、语点和营队、教育等等的课程呢、啊，做所谓的活动，这些活动都达成同样的目的，就是呢教育与关怀。我们任何一项活动都有这两项啊目的，如果没有这两项目的呢我们不办。那请诸位跟我念一下啊，以教育达成关怀的目的，以关怀完成教育的任务，
如果我们又办教育，又做关怀，我们自己的人品以及他人的人品都会提升。这就是太虚大师所说的人臣即福臣。我们这一项啊，大普化教育的学生和老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普化教育的学生和老师。同时也要鼓励啊，我们诸位菩萨们要突破啊族群的、区域的、时间的、空间的种种的限制，要把大普化的教育能够推广到全体的所有一切人。以最简单的素材，留给地球最自在的空间。从心做起，简单过生活。简约人文具系列，让你生活 so easy。即日起，简约优惠7-8折。观世音菩萨以耳根圆通法门，证得如来妙智。大悲心楞严修行组合，即日起至10月31日止，推广特惠价72折。让我们一起来听闻空性的声音。第三呢，以大关怀教育啊，来普遍而平等地关怀人间社会的大众，从每一个人的出生，以至于每一个人到死亡为止，甚至于，尤其是对于亡者的家属们，都是我们要关怀的时段和对象。只要有人需要我们关怀，那就是我们要种的福田，那就是我们呢，来成就修行菩萨道的、增长菩提心的着力点，也就是呢，让我们提升人品以及建设人间净土的恩人。这一项大关怀教育呢，既是大学院教育的目的，也是大普华教育的目的。这三大教育是互相的连贯的、连锁的。我们要从关怀他人的行动之中来感化自己，来奉献自己，来成长自己，然后呢成熟众生，庄严人间的净土。许多的人一想到奉献，把自己奉献出去要成就众生，觉得很担心，我很忙哎，我没有时间哎。不过请大家要相信四种福祉公免语里头的有几句话哎，你们想要讲什么？啊，真好真好。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乐，以关怀他人、利益众生来做布施功德，是啊，最最能够使得自己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关怀的工作啊，对于每一个人他自己，以及对社会的大众，都有两大任务，那就是我们法鼓山的方针。法鼓山的方针呢，回归佛陀本怀，推动世界进化，对不对啊？这是不是建设人间净土？好，我们要完成怎么样子的教育，来做怎么样的关怀呢？这是法鼓山的方向。这是法鼓山的方向是什么呢？提倡全面教育，落实整体关怀。诸位记得吗？没给你啊了。我现在又要问，另外一本书诸位看到过没有？这本书叫做《法鼓山的方向》，是我们每一位呀、啊、约众菩萨必读的书，
是我们每一位委员和全盟会员第一本就要读这本书，结果呢诸位菩萨都还没有阿弥陀佛的，这也是师父的责任。这呢要请大家回去以后要到你们的供修点或者是呢联络处去找这本书，一定有的，没有的时候请你们写信给我。现在呢我们讲如何建设人间净土的第二项目，建设人间净土的简易办法。我们除了提供了次第分明的观念和办法，例如利用定期分层的禅修，以及呢分阶分段的这个佛学的课程，以及之外呢也对我们的会员菩萨们以及社会大众的所有的人呢提供了几种很容易懂很容易学也很容易照着去练习的办法的资料，那就是呢将深奥的佛教的哲学及凡夫的专有名词呢把变成了容易看得懂容易认同的语言，简明扼要地呢表达了出来。这是作为三大教育的基础，我们一定要用四种佛子共勉语。那是啊，我把佛法的精华把它变成了20句非常容易懂的话，也很容易用的话。另外一种就法鼓山的共舍，诸位知道吗？一共只有8句话，它这是作为我们三大教育的目标。我现在念给你们听啊，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是什么啊？非常好，我们的方针是什么啊？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方法呢？另外呢，我们有一项运动啊，祝福你平安，记得吗？我为你祝福。现在诸位，你们还在为你祝福吗？不是的，说已经过去了吗？我们是为了推广四种环保而要用这句话。请问四种环保之中，我为你祝福，这是个哪一种环保啊？心灵环保，还有呢礼仪环保。好，现在呢我再问了，我们前年呢在林口提出了，在林口体育馆提出了一项运动，叫做什么运动？你们都知道了啊，我相信有人还是不知道什么叫新五十运动。请问你们诸位有没有看到这么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启蒙，请看一看，这就是新五十运动。大家知道新五十运动是什么啊？第一是是什么？第二是是什么？第三是什么？哎，是五个是，对不对？那究竟是什么？我现在考试一下，第一个叫是安，安什么？你们也要念哦，大家一起跟着念哦。好，第二个叫是他，哪里是他？接受他。哦，非常好。不记得的，念不出来，听着人家念，要把它记得了啊。第三种叫做是要，要什么？这就麻烦了哈。是要呢，是想要。想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想要的太多，需要的不多，该要能要的可以要，不能要不该要的绝对不要。哎，这样子可以吗？好，下边第四项好像是四感呢，四感感什么？好，感恩、感动、感谢、感化，是不是这样啊？好，第五项啊，我们今年提出来的一个是运动，叫什么运动？大好年，大好年要做什么？说好。我们护法会啊，现在正在推动一个运动，叫做呢满点加油。这是做好事呢，还是做好话？做好事如何的推动满点加油？你要用嘴巴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如果来帮忙推动什么满点加油，你就是在做什么？说好话。如果你参与满点加油，这叫什么？好，请大家来参加是什么？满点加油。还有呢，告诉人家来参加满点加油，那就是做好事说好话。还有什么？转好运。我们台湾好像现在运气不好，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运气是不是都不好？应该要鼓励多说好话，多做好事，然后转好运。是什么？在我手上啊，有一份资料，这叫做地球现状的资料啊。这个呢是欧美的先进国家有一些非常啊有远见的人士啊，在去年五月份在巴黎啊通过了一项啊文献，叫做地球宪章。那预定呢在今年呢交由联合国的大会啊来通过，希望全世界的推动。要晓得进入21世纪的人类，假如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种行业、任何一种族群、任何一个国家不重视环保，是地球的保护的话，就会失去啊生存的空间，也就是没有前途。我们这个团体跟这个地球宪章的精神呢有非常相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加入了这个运动，希望啊能够把地球宪章在我们国内，在我们这个团体来推广。最后呢说，继续要做正要人做的事，谁来？我们今天呢的确是有许多的事情呢需要人做，可是呢做的人很少。我们这个团体人数不多，我个人的奉献很少，都是由于我们诸位菩萨们呢是共同的法心，所以呢我们这个团体对社会、对国家还是有一点点影响力。我圣严只有一个人，而我的出家弟子都出家的时间并不久，原来跟你们是一样，都是在家居士。如果仅仅靠我个人和我们的僧团里头不到100个人呢，已经落了法的啊，来推动我们所谓三大教育啊，这是啊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法鼓山的所有的每一位菩萨都是啊推动三大教育的呀菩萨，因此呢这都是我们继续要做真要做的事。三大教育、4种环保都是继续要做真要人做的事，
由谁来呢？只有两三个人说我来。请诸位跟我念一下好不好？三大教育四中环保，是急需要做真要人做的事，我来吧。好，这样子呢，我们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最后一句就是我们的寄语啊，要做好四种环保。第一是心灵环保，是叫我们呢心净骨土净，以菩萨的福田来看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恩人，应该要以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来生活。如果能够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见到人间是净土。第二，礼仪环保啊，我们见到了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合掌低头，而且要说阿弥陀佛对不起，阿弥陀佛谢谢你，阿弥陀佛祝福你。生活环保呢，是要我们生活的简洁朴实，节约能源，不制造垃圾，不污染环境，而且随身请携带的环保的餐具包以及呢环保的购物袋，这一定要请诸位做到。否则的话，我们花果山正在做环保，而我们菩萨们呢没有环保的精神，这让人家看起来会笑话。第四，自然生态的环保，就是要我们呢对地球的资源要爱惜，不要破坏。而我们今天的法鼓山呢，就是在做着这些工作，需要有更多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正在召集更多的劝募会员来参与我们推动四种环保和三大教育。那个护法会呢，要我讲一句话，其实是我讲的啊。我们正在推动啊万人圈募满点加油这个两个项目，请诸位也跟我说一句话，说一句什么？万人圈募满点加油，我来吧。再念一次好不好？万人圈募满点加油，我来吧。谢谢阿弥陀佛。